他点的是粉，每个人又加了料，总共就86。店里有客人的时候，他早就吃饱了，他不走啊，他坐在那里啊。店里的客人全部都走了，然后他看见我老公也出去送餐了，他看我一个人，他就说你再给我做两份。然后我一进厨房，他就跑啊，在窗口那里头一伸出来，看他跑得很快，我就追上去，追不上的。